罗德，进来投用一下。哪来吧你 ？Hello， 各位小粉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炮星，今天我们继续来玩恐怖冰淇淋罗德五。现在我们也是罗德家族的一员啦。这个玛丽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。先去把那个门打开，他需要怎么面具识别授权一下 ？OK， 嘿嘿，哎，这里面怎么这么脏乱差呀？脏一桶，来搜一下有什么东西啊？啥也没找到。哎，这边还有个桶，掏一下。哎呀，捡了一只臭袜子啊！这不会是罗德穿的吧？这个脚也太臭了吧！不去踩老残酸太可惜了。这个臭袜子在哪里的？啊、哦，我知道了，上期说了，我们要搅乱这个牛奶罐，把这个原料给污染一下。OK， 做了一个手脚了。那么我们还要再做两个手脚，实在不行我拉泡屎进去可以啊？也不行啊，万一小朋友吃拉肚子了可不好。再把这个圆形锁开开啊！我们还没有去这个房间呢，哇！这里面是博物馆吧？这么多宝贝，拿了一个像是证书的东西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呀？哎呀，我现在头套没了，我们小心点。对，哎，这俩怎么都在这儿呢？哎，罗德，过来抓我吧。对，哎，玛莎拉蒂真给力，马子啊，干得不错啊，肯定是被罗德这个黑心老板压榨很久了，所以心存不满，借机偷袭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呼叫简吧，看看他们上面有没有什么事要做的。这个麦克比啥呢？来把枪。罗德应该是不会到上面这层来的吧？咱们先出来。哟，这个电枪感觉电力十足啊，是不是被改良过了？哦，这边有一个胶带，快拿着。我们把上一层搜刮一下，有用的工具我们先丢到那个控制室吧。猪头麦克，给你。他面前有一张图纸，应该是他发明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啊。那我们再来车库逛一逛，我记得这边是有一个工具箱的呀。好，我看到了。搜索一下，哦，拿了一把锉刀，拿去给猪头麦克，好好干活啊，别偷懒，肯定又在想利兹，你的利兹不要你喽，跟查理跑喽，放弃幻想，装备战斗吧，绕过通风口，前往罗德把我们关起来的地方，品控室，这紫色管道可以直接去博物馆，咱们去地下室看一看啊，哎，哎，这边应该很安全呢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是罗德呢。我们还是尽量避开这个小机器人吧，防止他把罗德招过来啊。走，哎呀，我要去那边呢，出来。哎，他看见我居然不攻击我了。来这边寻找一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。这边基本跟上一代一样啊，场景啥变化也没有。小罗德，哎，这墙上的证书我们不是拿到过一个吗？有一个照片提示。我可以拿着，走走走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呀，这个鬼儿子还敢电我！完了完了，快点走，不然罗德要过来了。哎，这边还有个标识，又是个提示，这俩也拿不走吧？算了，我们等会儿再跑一趟吧，真麻烦呀，就不能一次性全拿走吗？这边还有一个，又是个照片提示。走走走，快点走！哎，拿了个曲柄哦，这是个机关呐、啊，我们要依次打开才可以。这个曲柄是放哪里用的呀？看看是要转动什么东西啊？哎，等等，那个摩托车后面好像有个洞洞啊，看看能不能插进去。Nice， 果然是个凹槽，这是个宝箱啊，里面会不会有咱们逃出大门的钥匙？芝麻开箱，哦，里面是个遥控器，按一下。工厂里某个地方的机械装置打开了 ，nice nice， 咱们离胜利又近了一步啊！你走快点，那个小崽子，也不然罗德给你好好升级一下，走这么慢。哎呀，这个门上怎么还有个挂锁呢？麦克有办法能打开，那就是他用工具做一把钥匙出来喽。正好开始找了三个材料 ，Michael， 我来了，看看你的钥匙做好了没有啊？做不出来，我就打爆你的狗头！快做呀你！哟，我哎，这麦克真是个大聪明啊！这么快就会这个蓝图出来了。对，两个工具。哇塞，干得不错啊，奖励一个大逼刀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工具齐全了，就准备营救我们的小胖同志了。那咱们这期就先到这儿，大家喜欢的话，别忘了点赞、关注、跑心支持一下。最近你们是不是偷懒啦？不给我点赞啦？小心我翻狗甜心咬你们！哎呀，好了好了，甜心啊，不要吵啦，大家会帮我点赞的。好的，小粉们，咱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